好，那仔仔，我们就为了要代表那个我们俩还算有一点交情，我们马上先来玩个凤凰的绕口令的游戏。凤凰，好不好？红凤凰。他光是讲，我先示范给你。他要开始了。好，你要来了，我先示范给你看啊。红凤凰，黄凤凰。你好丢脸啊！导播，该这段卡掉好不好？不可以，这要留下来播三百次。我们做节目认真一点，不要那些搞笑的东西，不要。红凤凰，红凤凰，北红。红黄粉红灰。好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凤凰。你才是有病吧？我们没有团体年纪比我们更大了。鞋子，你多大？我跟。我跟你25，我跟你一样大，你也25，那24，徐兆阳少数有30的吧？徐兆阳是徐兆阳，徐兆阳，所以你觉得当保姆 EQ 要很高 ？EQ 要 EQ 要飞。是什么？你哥的好吗？所以水蛙神已经是最红的一个角色了吗？其实还有很多了。你今天的打扮，其实我演的神都蛮红的。有没有济公啊？什么那种？济公是什么？什么是济公？叔公哎。有差是不是？济公现在就是济公啊，济公差就这。所以神明是怎么念那个济公？济公，哦是济公。那叔公呢？济公，济公。分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是同一个发音呢。范晓萱喜欢他的族群算是比较偏。你刚说族群吗？我跟你讲 ，S， 我发现你们姐妹淘很喜欢纠正人家发音错误。得过金钟奖也会有口音，不行吗？人家你在新加坡有别的名产吗？像肉骨茶、椰浆饭、印度煎饼，还有一个都 laksa， 对 laksa， 那是什么？一种就是椰奶做成的，很像那个叫什么？像咖喱面那样。对，里面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什么东西，白白的那个，台湾也有的那个，白白的一条一条那个。不是啊，一条一条，台湾也有啊。萝卜丝吗？米粉汤。米苔木，来吧。我真的找不到派耶。连讲话都会走音。哎，你是有调尿钟吗？调尿钟，叫你起来尿尿的钟啊！我会讲，本来我就是要讲尿钟啊，怎么样？我看看你每天一定要吃的是苹果。这虫很小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有听过这个嘛。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。Yeah， 对，非常标准。对，其实而且那时候。Keep doctor away， 不是 the doctor， 就是你不要把那个医生给赶走，就你只是让医生赶走。少啰嗦。是电波拉皮还是肉毒杆菌？因为就是有去做脸而已。电波拉皮。不是小朋友做什么脸？就是他哪是小朋友啊？他是棒棒糖，他棒棒糖。激动啊！红白鹿小姐卖过一个动物的头。动物的头。头。鸡头。接近接近，谁会卖鸡头？鸭头，对对对，卖过东山鸭头是我第一个工作。我要讲的是鸭啦。俗称恐龙蛋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可是我知道他就是，我知道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改过名字叫恐龙蛋。叫金荷包吗？金荷包，玉荷包啊！那黑珍珠，玉荷包。刚一想，我说的是 YSL 新书包，你们在那乱进来。奶哥他们送我的。你怎么会有两套？因为我有买，然后我很喜欢养鸡的，因为它每一组都有限量，还有那个限量卡。啊，这个好好。限多少？全部东南西北都是养。限多少？最酷的在骰子跟。中那个。排都是。排斥。哎，可是那边那个都是养鸡图案，那个要什么的？不是啊，它是版面的。版面。喂，那一面没有，摸起来养鸡的。打一米米，丢脸呐！这个真的是出国都可以携带，盒子很漂亮，对啊。你说你愿意出高价买这个？还在笑，不管谁抽到，我就出现金跟他买。你玩的时候别我叫我去，估计有不好的回忆，太丢脸了。是，因为我们
做布袋戏音乐，然后唱布袋戏的歌。他好像是第一次。我们节目有做布袋戏音乐的人 ，S 姐没有新。对啊，因为我就一直很想要邀请布袋界的朋友们来上我们节目。布袋戏，布袋戏，不是布袋，布袋界，布袋界还没。布袋戏，对。听说他最近才开始看《海贼王》的漫画。海贼王，你有？海贼王。马有尸体光，没完了，算了。他在微博上发他看穿着大礼服在后台看漫画的照片，然后不是还穿的揣的穿的穿的，我要说摔的狗吃屎。你男性一定会选白的，可是吴一佩的手指，压力够大。我要拿起精神来录，你们知道怎么样？你是不会怎么样？吃一个螺丝，为什么拿出这么大的情绪来？这一起不要大，还是因为吴一鹏吴一鹏？吴一鹏是保罗的意思。脑子不是我的。你这个感觉我没有。因为之前就是太男孩了，现在要有点走男人的路线。请问你们必干？必干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下一次，被他们害的。好甜哦，好甜，好好喝哦。有像四大天王煮出来的吗？有像，而且他，你却感觉到那个猪肉丝，都被你猪肉丝。国语怎么了？哎哎哎！小心小心！都是你害的啦！猪肉什么东西啦？猪肉丝。对，千错万错，猪肉丝是不是？你叫做排骨酥。排骨酥，跟芋头花，了解了解。现在还没有公布你的阵容，对不对？你新郎名单可以公布了吗？哦，你说伴郎？新郎，新郎，新郎，这本名单哎，我们有八个吗？你不需要公布吗？新郎在这儿。这不上还有别人吗？笑个屁啊！好了好了，激动，激动，别笑我的头。别新闻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伟琪很神秘的，不知道要嫁给谁。所以对桃子都不用这样吗？不太需要，不太需要。他只要着装得快。所以刚刚工作要注意的那个 mega 是什么？就是不要拖泥带水。对，他不喜欢拖泥带水，他要快。你好像把 mega 发译成 meg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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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ga， 就是一个记忆体 mega。我就是属于那种快刀斩乱麻的那种，对对，然后就不要再跟他在一起。只要知道对方是有人的，你就要不要了。对，不要，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，如果说我是原配的话，我心里一定会很不好受啊。所以你还蛮有原则的。我很有。所以你刚才听杨妹妹的故事，你有生气？杨妹妹是我配音的那个角色。因为我女儿很爱看《喜羊羊》。纳美人毕业那一年的那，所以说出来木研希只是很会狗腿，他是木西研，木西研，你看你都不重视我。我是属于那种个性比较大辣辣，然后跟男生可以称兄道弟，每一个都这样。那就你左边跟后面都是大辣辣，那边就全部都是男的嘛？请问你多辣是有多大？多辣？我在里面是不会游泳溺水，然后被推训。然后大飞是一直都是红龙吗？对，海龙，海龙，红龙，是吃蟑螂的。忍不住哎，忍不住，忍不住，可恶！你是想到他们穿红色的短裤，红龙，海龙队，海龙部队。我会看到说有些舞曲在金曲奖有受到比例了忽视，是不是比较少一点？可是人家蔡依林就得了好几次奖，对，很多人会这样讲。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，但是我的意思说，王力宏也得过奖啊，耶耶，念得出来嘛，就都讲得出来。王力宏啊，
王力宏哎，盖世太保是他的。盖世英雄，盖世英雄，盖世太保五等奖，盖世太保五等奖哦，你这个内行呀。试图一下，盖世太保，盖世太保是五等奖，对，这个团体。还剩三个哎。记忆力衰退，记忆力衰退。这少年啊，因为他表演吞自己的拳头，大家已经有点看腻。他说：“不然你吞别人的好了。”然后他就把我的拳头给吞下来。可是因为基于安全的行为，他有戴那个塑胶手套。我有戴塑胶手套。医生，你括约肌、嘴部括约肌已经坏了。那你不叫括约肌，那这破洞就要痔疮了，那奇怪。小巴，你给我一个，你揣测一下表情家的表情是什么？啊，鸭子啊！我一直在找，找不到小巴。小巴在聊什么？小巴是不是在后面出来了？M字闲聊，开脚了。M 字闲聊。好，欢迎刘荣嘉，请坐。哎，我是莎莎。坐吧，坐，对不起。反应还蛮快的嘛。有一次那个风声的全部演员来康熙宣传，李冰冰跟王小明，对，终于有朋友了。然后他说，接下来这位女主角她饰演的角色很纠葛，什么什么，我们欢迎白冰冰。现场都 hold 住，大家都 hold 住，我不敢笑啊，超丢脸，我不敢笑。白冰冰，他还说不好意思，是你。所以你会调酒？会啊。Long Beach， 你会调吗 ？Long Beach 啊 ，Long Beach。要加什么？我不知道你。Long Island， 因为是 Long Island 吧？Long Beach， 我还想一个奇怪，我也是传调酒师，没听过 Long Island， 没有，应该是 Six on the Beach 跟 Long Island ST。Yeah。现在问 Long Island， 我就是想喝 Long Beach。出来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说阳光沙滩，他要耍帅，他要租一台手牌的吉普车，而且是敞篷。你刚提到沙滩，没有在暗示是 Long Beach 吧？对。我就想说，你确定要租吗？你现在知道李冰冰叫什么了吧？下次范冰冰来，你就要叫她白冰冰哦。白西装这位张涵予先生是上一届金马奖的影帝，因为集结号这部电影得到最佳男主角。白冰冰小姐得到了，我叫李冰冰，李冰冰，李冰冰，白冰冰讲错。李冰冰小姐呢，今年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，是因为电影《风声》。不要了，只是看那个。所以这是原来的那个，从来没出现过的。你真的很丢脸呢。很丢脸啊！所以你当下有没有很想死啊？很想死，什么感觉？可是我不知道。你当时在想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的介绍什么黄？我们黄晓明、张涵予，然后叭叭叭叭叭，然后最后搞一个白冰冰，这也没办法。这个故事是我真的最爱的。主持生涯，你要硬要我讲几个比较有印象的东西，就是这个算是我很爱的故事。我要把你灭口。